德国总理肖兹不止跟习近平热线，也跟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首次通话，而普丁也借着机会向肖兹表达，俄国向美国和北约提出的安全保证提议，并呼吁进行严肃谈判。此外，两位领袖也讨论到乌克兰情势。德国政府发言人表示，肖兹对俄国在与乌克兰交界附近集结部队表达关切，并认为迫切需要让这个情势。 来降温，而普京则警告准备采取军事技术措施来回应西方对乌克兰冲突的不友善行为。双方的你来我往，也让这场通话多了一点烟硝味。 印尼近几年积极发展工业，政府表示，二十一号已经开始在婆罗洲岛上建造一个新的工业园区。好，这个工业区将会利用水力来发电，生产半导体、锂电池、太阳能电池板和铝制品等相关的产品。印尼总统佐科威表示，园区是由中国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投资，总面积达到三万公顷，期盼能够有效运用并创造。 大量的就业机会。另外，印尼也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像是镍、铝土矿和铜，这些都是能够达成经济转型的出口原料。除此之外，佐科威更强调，整个园区都是以水来当做主要的能源，对于环境是没有任何危害的。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 YouTube 频道，并且开启小铃铛，随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